人在碰到很多低潮的时候，一定也会想过要放弃，有这样的过程，以后不会再说了，以后都会用唱的。我觉得我跟台北时装周蛮有缘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住在新加坡嘛，所以刚好连续这三年我人都在台北，然后都可以来看这些台湾的很棒设计师的那个秀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我今天这套衣服呢，它是喜欢用挖洞镂空还有肤色的这些纱网来拼接，然后再放上一些反光的布料，让它比较有科技感。它的衣服我觉得你远看好像是一件很性感的礼服，但其实你近看它很多的细节，你看我腰旁边的霹雳腰包，还有手背上这个小口袋，都让它很有个性，我好像要去那个作战的样子。是，我最近瘦很多，是我的脂肪瘦下来了，但是我的肌肉是增加的，我现在在急速增加我的肌力，我才能够在小巨蛋对，狂奔飞来飞去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出道32年有点久，然后很多很多的歌，以前也有很多是舞曲，所以小巨蛋我一定会跳舞，不会让歌迷失望。准备的进度如何？嘉宾是不是很厉害呢？我体力上面早就在准备了，去年就在准备了，平常就有运动的习惯，那但是只是我现在更加强，我一个礼拜大概5天重训，然后2堂润吧，然后3堂小巨蛋的跳舞课，那其他时间就在练习其他的东西，不方便说的演唱会上面的惊喜。那嘉宾呢，有男有女，哇，只能透露到这里。去年年底因为经历还蛮多风波的，那心情上有整理好吗？当决定要唱小巨蛋这一刻起，就是让自己要好好的勇敢的去面对，现在整个脑袋都是小巨蛋这件事情。有说是曾想过想说就是不要唱，我觉得人在碰到很多低潮的时候，一定也会想过要放弃，有这样的过程。身边很多爱我们的人，这些都是力量。那包括我有很多一路上的铁粉，为了这10000多人，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贵人，给我很多很多很多力量，会好好的把小巨蛋唱好。那个事件其实我在第三篇声明该说的都说了，而且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以后不会再说了，以后都会用唱的。你讲人生爱欢喜，才有趣味，是好是歹，拢是家己。今仔日你牵阮的手，你听阮的心，我拢知影，阮不是别人的，免感觉会歹势，我永远是你的，是你的。什么？星光。